熊二，熊二，熊二，捡来了，捡来了，捡来了！哦吼，终于等到蛋仔和熊二联动了。哎呦我，这小模样可爱死捡了！快，太久没抽奖，一个蛋币都没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为了写的熊二，先豪充一个128，第一轮就不留悬念了，直接一整轮开始。让姐看看都来些什么，纤维、染色剂、瓶盖还是染色剂，感觉有点慢呢，直接跳过动画吧，单抽再试试水。第二轮第一发是你好，第二发你好，第三发你好，第四发你好，不是，难不成要保底了？呀呀呀，怎么大奖也直接跳过动画了？这不行这不行，断了套了，还是把动画加回来吧。凭小哥之前抽奖的运气，王姨总不至于让姐保底吧。第三轮的第一发是瓶盖 ，OK fine。紧接着第二、第三发分别是染色剂和彩虹币。第四发直接抽到大奖了，哇哇哇！还得是用以前的方法才行啊。虽然抽到的是熊熊蜂蜜罐，不过没关系，姐的熊二就是要全套配饰才行。最后一轮了，只要不是大保底，剩余的许愿币拿下熊二还是没问题的。快来吧，熊二，跟妈妈回家喽。全吸走了，算了，照冲不误吧。最后一发了，能带熊二回家就行。熊二仔仔，啊哈哈，终于还是拿到了，把全套配饰都穿上。我们家熊二果然可爱，哈哈。好啦，家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，我要去跟范特西炫耀哥的熊二了，哈哈。拜拜哦，家蛋们。